在肺炎疫情趋缓、全国人民防疫有成的情况下，各项运动赛事渐渐复苏。但对于一些缺少国内舞台、只能仰赖出国比赛的运动选手来说，这场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当中。知名撞球兄弟档柯秉义、柯秉忠这对先后都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顶尖好手，从三月初过后便苦无赛事能够参加。除了损失不少比赛奖金之外，去年年底才强势登基世界球王的柯秉忠更相当惋惜少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对，原本很期待，因为我们原本是安排了六场比赛，那其中有一场比赛还是大师赛。那大师赛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参加过，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参加大师赛，结果反而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又没办法参赛到，所以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对啊，但是也没办法，就等希望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啊。你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像刚刚弟弟提到的那个大师赛，第一次弟弟可以参加，那一次我也是可以参加，是很少数可以，台湾有两个名额，那刚好是我们两个可以参加的，就觉得应该没有是兄弟档一起参加过大师赛。对，我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加上不只是这五场里面有一场是大师赛，还有包括今年的那个时候是安排在差不多五六月还是六七月，有一场也是世界双大赛，那也是大会邀请我们两个参赛，那其实都因为疫情都没办法参加了，所以其实觉得真的很可惜啊。原本一整年都会在国外比上至少十站的赛事，在比赛通通取消的情况下，柯家兄弟的生活顿时失去重心，甚至也一度对未来感到迷茫。但身为职业选手的他们并没有太多负面思考的空间。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觉得蛮无力的，因为你就觉得好像你练球了，你没有比赛，没有舞台，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后来想一想，觉得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危机，也算是个转机。在练习上一定会像你刚刚提到的，会觉得说练习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们身为选手啦，但也必须维持自己的状况，因为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有可能哪一天突然疫苗就是那个是叫疫苗嘛？对，疫苗出来了，我们就随时可以出国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完全没练球，那对球变得很陌生，就是没办法突然去适应比赛的情境，所以我们还是得保持自己平时在比赛时候的状况。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练球的话，一天可能都打个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譬如说今天没有练球，但是我们会花时间去运动，可能去跑步啊什么的，会维持自己的体能这样子。那因为还好我们是兄弟，还有包括还有小弟，我们三兄弟可以一起练球，一起有那种实战的感觉，不会像有些选手可能他只是自己在练球，不会有那种对打实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三兄弟还算有一点点的小优势在这个地方。兄弟连心，其利断金，柯家兄弟党相互扶持，努力苦练维持自己的状态，静待疫情风波过去，比赛重新开打的日子到来。但就现实面来说，少了比赛奖金对生活可是有不少影响，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要如何开创另外一条道路？敬请锁定我来体育新闻，让柯家兄弟分享他们精彩的斜杠人生。我来体育新闻专题报道。